变化球捞到对方的二垒防区，罗恒佑出局。因为上一局他们得分啊，投手也像也失三四分那里，然后徐老师叫我们机友就是更专注一点，所以当初是0-0的比赛这样。いいこともたくさん発見しようとね、みんなチームで言ってますし、悪いことばっかりじゃないからね。像今天赛前他就是打集练习的时候就是有讲很多，因为这几场下来就是击球状况还不错，变成说自己想要的结果想要很完美，就是想要很打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，或是打出很强劲。他告诉我是棒球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，不要太执着于在要多完美，就是你要想办法把球打出去。因为打得好也不一定安打，打不好也不一定会出局。他是这样跟我讲，今天就用这个心态下去打这样子。全力打，哇，这个低角落球被他捞起来，在左外方向相当的深。小黑有没有机会？眼看这个球上了看台，哇哦，曾颂恩的三分炮，哇。だから負けた時ほどいいことを探す。負けて強くなる。で勝ったらやっぱりそのしっかり引き締めるじゃないけどね。またいいゲームできるように勝てるように引き締めていく。好，这个球陈杰宪打在二垒防区，二垒手先传给游击，再做转传 ，out。还可以的，还可以再更好。对啊，检讨的地方就，毕竟第一局球队又领先四分，然后又前面局数，然后一开始又都让打者上垒，这样野手感觉可能也蛮差的，就对他蛮不好意思。挥棒落空。如果徐基麟三振了柯玉明，我就觉得我做得到啊，所以不用怕，就尽力去丢。不行，后面还有队友。对啊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麦吉啊。对，我有听到，就是可能特别鼓励吧，哎呀，就是蛮谢谢他们，对，这一场拿下来就是比较顺，直接150公里的速球对决，吴俊伟最终三振了林安可，因为3-0了，然后自败了，大家会心情明天休息一天，心情会比较好一点。好好好